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9月11号，我们来批一个网络八字。他的问题是，请问大家，我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，现在我好痛苦，请问大家有没有机会复合？没有的话，几时才会遇到良缘？谢谢大家指点。他问的是，几时会遇到良缘？我们把这个八字放大先。好，这个八字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它天干本命是丙火克辛金的，本命日主天干被克，然后来到这个大运又多一个丙火来克你这个庚金，所以伤上加伤。而且呢，你是辛金日元，所以你问姻缘，你是男的，就是你的财运。天干有两个，就是甲木和乙木，乙木来加重这个火和这个火，它来克你，所以遇到乙木的流年不行。今年甲木一来，甲己合有变没有也不行。我们再看地支，寅木一来有亥水在这边，寅亥合本来有又变没有。过后呢，卯木也不行，因为有这个虚土在，卯虚合，所以有也变没有。所以呢，你这个十年大运呢，就是2019到2018年的这个十年大运呢，姻缘是非常的差，就算有呢也是非常短暂，就是因为只有流月给你，而流月的运呢很短不了。所以呢，建议你24、25、26、27、28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你的目标放在姻缘，把你的全副精神放在好好做工、好好存钱，这个还比较靠谱。然后再等下一个大运，我们再来看过 ，OK 吗？所以如果你需要 CP 可以找我 ，but 有收费啦，不是免费的 ，OK 吗？所以好，今天这个八字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